下一组颁奖人旺福。好，有捕捉到吗？再把举出来，把举出来，拿出你的气势，还会超有感。大家好，我是旺福。好，每个地方在鼓一下画面啊。主唱玛尼，我是贝斯手。好，都搞定哈、啊，来。恭喜你啊，真的非常恭喜。能够做一个节目让自己喜欢，尤其你又说身为一个香港出生的香港人，能够在台湾得到一个非常重要殿堂的奖项，是除了开心以外还有什么特别想讲的？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因为我面对的都是台湾的听众，然后其他入围者或其他参赛者都是台湾人。我身为一个香港人，我觉得我有资格在台湾做广播已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然后当初中央广播电台还愿意把我的节目拿去报名金钟，我已经觉得是超出我的预期。然后能够入围，今天还能够得奖，我真的觉得我得到太多，所以我真的除了开心以外，我真的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。但是我最大的感受是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香港人，我今天我真的可以站在这个台拿到这个奖，我觉得我有一种被台湾肯定接纳肯定的感觉。对，是，所以真的要真心的恭喜。谢谢，相信不只是来自台湾，相信有更多全世界人喜欢听您的节目。希望对，让他超有感觉的，超有感。谢谢，好不好？一起努力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再恭喜陈启乐先生，对吧？是张启乐，张启乐先生，对不起，没有错。来。